聚焦今日时事，纵观美国资讯，欢迎收睇本期《今日美国》，我系马依林，下面请睇详细报道。今个星期二，乔治亚州州长布莱恩·亨普签署咗由州议会通过嘅一项法案，限制部分中国公民喺乔治亚州购买土地。该州议会嘅民主党议员批评呢一个法案具有歧视性嘅排外色彩，同埋受爱心态会伤害移民社区嘅利益，未来可能会遭到法律挑战。然而，乔治亚州嘅共和党州长亨普喺南部城市华尔多斯塔舉行的法案簽署儀式上，高調稱讚這一項法案是一項維護國家安全的措施。亨普說，我們不能夠讓外國對手控制好像我們的糧食供應那樣對我們生存至關重要的東西。透過簽署這一項法案，亨普州長逃避了保護所有格魯吉亞人的平等、公民權利和憲法規定的正當程序權利的責任，反而從事反亞裔替罪羊和反移民的恐嚇活動。喬治亞州聯合委員會成員新西亞崔表示 ，Stop AAIP Hate 嘅創辦人，呢個係一個反對歧視亞裔美國人同埋太平洋島民嘅非營利組織。喬治亞州通過嘅呢一項法案嘅主要內容係嚟自中國、古巴、伊朗、北韓、俄羅斯呢五個國家嘅公民唔能夠喺喬治亞州購買農田，亦都唔能夠喺軍事設施10英里範圍內購買任何嘅商業土地，但是他们在一年内至少有10个月要居住在乔治亚州。除了乔治亚州之外，佛罗里达州、阿拉巴马州、路易斯安那州和阿肯色州去年亦都通过了类似的法律。民主党人亦都对中国在美国拥有农地的所有权表示担忧，并且支持这一类的措施。聯儲會星期三發表公開市場委員會聲明，重新維持現有利率不變，理由是將通脹控制在 2% 的目標仲未達到，而且缺乏進展。在過去的兩日裡面，聯儲會一直在政策會議上討論宏觀調控議題，今個星期三會議結束並發表了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的聲明。在這份聲明中，聯儲會決定將基準利率繼續維持在 5.25% 至 5.5% 的範圍內，這個是23年來的利率高點。自2023年7月以來，聯邦基准利率就在这个区间徘徊。联储会官员表示，近几个月来，委员会一直努力将通胀膨胀压制去到 2% 的目标，但是这个目标目前仲缺乏进一步的进展，但到达这个目标仍然抱有信心。聯儲會主席鮑威爾在今年3月的記者會上曾經表示，今年某個時候降息是合適，但他沒有說明某個時候到底是什麼時候，因此為外界留下了充分的想像空間。今個星期三下午的記者會上，鮑威爾的一句話讓人們對降息或者升息的預測更加撲朔迷離。他說，下個政策措施不太可能是加息。聯儲會星期三亦都宣布了一項改變縮減資產負債表的規模的計劃，從6月1日開始，聯儲會將放慢美國國債每個月滾存資產負債表的速度，從600億美元降到去250億美元，並且將抵押貸款支持證券滾存的上限維持在每個月350億美元的水平。央行將這個超過這個上限的所有和任何本金再投資於國債，升息或者降息都是宏觀調控經濟的貨幣政策手段，聯儲會掌握住對美國經濟現狀判斷和調控利率的權力。聯儲會的會議和決策以及公布的訊息，或者會給人們吃一粒定心丸，或者是為人們吃一粒抽心丸。今个星期三，联储会主席鲍威尔在记者会上解释了联储会维持现有基准利率的原因。股市反应没有预想的激烈，但是维持了小涨的势态。稳定股市最重要的一句话是鲍威尔讲的，下个政策举措不太可能是升息。
標普500指數上漲約 0.9%， 道瓊斯工業指數和納斯達克指數都上漲超過 1%。 在市場的其他地方，晶片製造商 AMD 和伺服器製造商超微計算機報出來的業績令人失望，令到人們對人工智慧是否能夠提振這些企業產生了懷疑。 AMD 股價下跌近 10%， 超微股價下跌超過 16%， 這一項消息亦都為英偉達等的晶片製造商更廣泛的壓力。英偉達股價星期三表現乏力，下跌了 5%。 與此同時，財報季即將到來，在醫療保健巨頭下調2024年獲利預期之後， CVS 的股價狂瀉了 18%， 咖啡連鎖店星巴克的股價亦都因為業績不佳而下跌了約 17%。 在經濟數據方面，最新職缺和勞動力流動率調查顯示，3月的職缺略微減少。其他方面，最新的美國供應管理協會製造業數據顯示，繼上個月轉為正值之後，4月的活動有所下降。在今個星期三發表在美國心臟協會雜誌上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暴脾氣和容易發怒的人患心臟病的風險和機率更高，因為科學表明，在發怒這一段的時間裡面，血管會處於不健康的收縮狀態。這一項的研究以年輕人為主要的對象，平均年齡為26歲，並且沒有心臟病或者其他重大病史。即使是年輕人，在暴怒之下亦都容易引起心脏病、高血压、高胆固醇或者糖尿病。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澳门医学中心的心脏病专家说，如果你是一个经常发怒的人，那你的血管就会受到慢性的损伤，而最值得注意的是，这项慢性损伤是不可逆转。他的团队所进行的科学实验监测在人们在各种情绪下的血管收缩和扩张的变化，这些情绪包括愤怒状态、焦虑状态、悲伤状态、情绪平静状态。研究团队发现，一个人处于愤怒状态的时候，他们的血管就会暂时无法正常扩张，在愤怒情绪结束40分钟之后，血管才得以正常放松。美国国家心肺血液研究所临床应用和预防部门的心理学家卢瑞·弗里德曼·唐兹表示，我们长期以来一直怀疑愤怒对心脏产生的负面影响，这一项针对健康年成年人的研究有助于填补这一方面的知识空白。心脏病引起的死亡在美国是所有死亡人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一项研究为倡导人们对情绪的管理打开了一扇大门，并且让人们知道情绪管理对预防心脏病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今个星期三，前总统特朗普在他主导的社交媒体上发文批评主审法官胡安·麦昌不诚实。纽约高等法院法官麦昌在星期二的法庭上向屡次违反禁言令的特朗普开罚$9,000，并威胁他如果再犯禁言令就要送他去坐监。特朗普在威斯康辛州华克下的一次活动中对他的支持者说，我根本没有犯罪，我遇到一个不诚实的法官，他是一个完全矛盾的法官。特朗普坚持认为所有针对他的司法诉讼都是拜登指示和主导，目的是要干扰和破坏他的竞选活动。特朗普是美国前总统，今年又在共和党内获得了无人与他匹配的提名优势。今年11月的总统大选，特朗普准备再同拜登进行一次的较量，而最新的民调亦都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为 49%， 而拜登的支持率只有 43%。 不过特朗普以官司前身他的竞选的不利因素，特朗普近期频频在社群媒体上面批评艳星封口费官司的主审法官胡安·麦昌、封口费案件的检察官和潜在证人。特朗普每次在众人面前提到这些人的名字的时候，都会得到支持者的欢呼。熟悉美国政治体制运作的专家一致认为，两位总统候选人的关键战役将会集中在所谓的摇摆州，而威斯康辛州和密西根州就是典型的摇摆州。摇摆州的倾向将会在2024年大选起决定胜败的关键战场。
今个星期三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汉密尔顿厅教学大楼入口处，巴勒斯坦裔的美国历史学家、哥大现代阿拉伯研究教授拉希德·哈利迪向一群参加反战学潮的学生们演讲，怒斥纽约市警方大规模逮捕学生，并且说发生在哥大的反战学潮的镇压是加沙战争的一部分。星期二晚间，纽约市警方应哥大校方的请求，强行驱离占领哥大汉密尔顿厅达教学大楼的学生。警方的大巴士上边载满了被捕的学生，之后他们被带离校园。哥伦比亚大学法院讲师巴勒萨姆卡瓦贾星期三表示，他很震惊地看到哥伦比亚大学是一个月内第二次邀请警察进入校园逮捕学生。卡瓦贾说，哥大校方在每个节点的作都是让将局势升级，这个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他还说，政府认为抗议活动带来了安全风险，但是正是政府本身将我们拒之门外。哥大的巴勒斯坦裔的美国历史学家拉希德·哈利迪教授说，我们站在历史的正确一面，让警察进入校园逮捕学生，这个是哥大的耻辱，我们为校方高层的抉择感到羞耻。他补充说，昨晚我目睹的警察镇压只是巴勒斯坦人56年来受苦受难的一小部分。哥伦比亚大学英语教授詹尼佛·温泽尔说，当我看到那一架警察坦克开到街上的时候，我的心都碎了。曼哈顿地区检察官阿尔文·布拉格在星期三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市立大学校区已经逮捕了280人。经济学家担心的事情已经得到了证实，今个星期三有几间代表性的快餐饮食业的财报显示，人们的消费欲望正在减弱，包括星巴克、必胜客、肯德基、麦当劳等的快餐饮食业的第一季销售额都出现了下降。星巴克星期三的股票下跌了 17%。 几个月来，经济学家一直预测在高物价和高利率的环境下，低收入消费者会减少消费，而其他食客亦都会放弃更昂贵的选择。速食连锁店经历了一段时间之后，亦都证实了经济学家的预测。不过很多餐饮业似乎都不愿意完全接受业绩萎缩和高物价和高利率的直接关系，他们试图寻找其他的解释原因。例如星巴克认为第一季持续了很长的时间的恶劣天气是影响消费的一大主要原因，而必胜客、肯德基和塔克中的母公司八星饮食集团亦都有同样的睇法。外食成本大大高于是自家厨房制作的美食，这个已经是美国消费者的共识。根据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三月的餐饮业的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了 5%， 而超市的杂货价格上涨就没那么快。以鸡肉、三文治和鸡翼而闻名的连锁店集团 Wingstop 的首席执行官曼克尔斯基普瓦斯说，我们从消费者上可以看到，如果他们感到价格压力，他们就会减少消费。然而庆幸的是， Wingstop 连锁店提供的商品物美价廉，深受低收入消费者的青睐。餐饮业和其他领域的很多公司都发出警告，说消费者软弱不前的现状可能会持续存在。麦当劳执行长克里斯·肯布堪斯基已经认清了这一点，他说全球各地的消费者都在谨慎消费。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和观看，同时记得订阅美国中文广播电视 GAT TV 频道，获得更多的精彩内容和最新消息。我们下次再见。